哎呀，军爷，不知您是要买几件啊，还是要做几件啊？坐。你谁让你坐了？不知军爷是想做摆件、串珠，哦，做菩萨，做一只手。做手？小弟从来没做过手啊，军爷。那是没遇着我呀。你还是到别家店去看看去吧。小弟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还就看上你了，不给我做。给自己打口棺材，你选。那好吧，我坐。拿模子去。军爷，您瞧，看好喽。就照这样，给我做左手的拳头，左手的拳头，听明白吗？就做这个？怎么了？说，多少钱？军爷，你看，两块大洋，行吗？两块？哎，我给你15块。行。我尽力，我尽力。别乐，活给我做好。哎，军爷，您走好。黑娃来运，你们别跟着了。出什么事儿都别进屋啊！司令，谢谢大嫂。福涛，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铁血营的营长娄栋梁，这位是财务处薛处长。两位兄弟好。娄营长，你可得好好干了，干得不好，我就让你消失，让福堂来代替你的位子。哦，大嫂说笑了。司令，昨天八脸的事儿，不许再提这件事。接着说啊，司令，霍华德先生准备明天出发去上海接货，由娄营长一路护送。这可是20万大洋的事，你明白了吗？明白，我一定不负众望。大嫂，您放心。哦，大嫂，咱们跟上海还有生意往来吧？我们跟洋人做了点生意，今天找你来就是为这事儿。哦，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差旅费，请您签字。什么？10万差旅费？啊，不是，10万大洋是霍华德先生追加的预算，差旅费在这儿。20块，这霍华德怎么总要钱呢？他说是欧洲的新设备，产能高，他建议咱们直接买这个。哦，这是他提供的资料。
虎堂，嗯，你的洋文，哦，略懂一些。那你看看这个。介质是什么生意？金矿。买的是什么设备？挖掘机、采金矿。那不对啊，这上面写的是马桶。嗯。马桶。你看清楚，到底是什么？我确定是马桶。三哥。那个洋人是他妈的个骗子吧？司令，我去把他给做了。做他妈什么做做做，整天就知道做，把人做死了，钱怎么办呢？啊，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不动脑子，你先去，把那小子控制起来。是，七爷。吃什么吃？你干的好事！我告诉你，你千万别想耍滑头。一会儿我们的司令就过来，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位懂洋文的何先生。你老老实实的把项目的事情给他们说清楚。你要是敢骗我们司令的话，今天我就送你回老家。你说什么？我说，他们什么时候来？嗯，七爷，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这个洋人沟通一下，让他当面给咱们说清楚。福堂，嗯，这事儿可得办好了啊！事关七百万大洋的，不是少数吗？可得办好了啊！哦，一定办好！哎。司令，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here? Tony, why are you here? What's going on? Tony, what the hell are you? 说中国话，让司令听见。Tony, Tony, wh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现在我说话，你听着。你是个骗子，大骗子！我是冤枉的 ，OK， 冤枉的，冤枉！给我！连王司令都敢骗，知道王司令是什么人吗？嗯，你是冶金科技人才，我看你就是个人渣。No， 美国满大街都是你这样的人，知道吗？满大街都是你这样的人。司令，我确定这个人就是个骗子。让他先把骗我的钱都吐出来。钱呢？把钱拿出来。钱在深海，他去买机器了。哦，买机器去了是吧？黑娃，在。好，是买机器是吧？我看你买的是马桶吧？你是不是欺负中国人不识英文？我识英文啊，这上面写的是马桶，啊，我看懂了，上面是马桶，我就告诉王司令了。现在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误会 ，really 误会。霍华德，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话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No！ 说 ，Listen， 你看，它是一个淘金机器，就是它像一个马桶。Look at that！ 你看，它的外形像马桶，但它不是。Help me, Tony, please！ 这是有外形两个字，这么小的字儿。司令，我们好像冤枉好人了。啊？弄错了？不不
我再看看啊，这说的是，是淘金船，还有相关设备，说是在比利时，说是在比利时购买的。司令，是我立功心切，一时疏忽，冤枉好人了，不好意思。是我立功心切，不好意思啊。放心，放心。你们怎么杀了朱大人？啊！ 你们这些人都这么粗鲁吗？太粗鲁了！霍华德先生，真是抱歉，不好意思，都是我一时疏忽。既然是个误会，那就好了。毕竟没有耽搁大家的事儿嘛。Winsley，我对你太失望了，这次合作我要重新考虑了。哎，别别别别别！失去这次机会啊，是我们双方的损失嘛。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你原谅我们的鲁莽。 我马上回去签字，立刻批准你追加的10万大洋。明天一早，你就启程去上海。你看怎么样？霍先生，跟您说实话，确实跟司令没关系，不是司令错，是我的错，都是我一时疏忽。算了，我也知道，这是你的职责所在，对吧？我懂，我懂。 谢谢，不打不成交嘛，啊！等你回来以后，你们还要继续共事的。他叫何富堂，是个人才，对我呢也很忠心啊。何富堂，你家 ，OK， 傅堂，你今天很鲁莽，但是你的表现很好。三哥手下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忠心耿耿，刚正不阿。我是立功心切，多此一举。没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傅堂啊，你明天替三哥送霍华德先生。这里的一切呢，我都会安排妥当。 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娄营长，你离职期间，营长的位置一定保留。你要好好干。谢司令员弟。何兄，太感谢了。哦，不谢，客气了。王三春到底怎么说的？别忘了，我现在心里还乱。 你个坏蛋！这个家伙太能编了。你今天，酒杯子，酒杯子。哦，你今天把我骗了两次了。Good，very good. You're good. 到哪儿，你都能喝到全世界最好的红酒。贼眉鼠眼看什么都不是外人，老吴。嗯，六娃，南俊。哎，兄弟。嗯，你进来吃。不用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刀刃查理，我在美国时的狱友，偷渡过去的时候他是蛇头，后来我们让移民局抓了，还跟他关了一个屋子。这家伙以前是学金融的，不知道怎么当了蛇头。哎，怎么就成蛇头了？讲讲。我不是什么坏蛋，但你要是得罪我的话，我下手特别的狠。赵宁，你什么时候回的国？回来有一段时间。 你呢？你怎么骗到中国来了？王三春你也干这？啊！我是3年前到的上海，在那儿有个好朋友，他其实是这里人，他是个富商，但是Wayne抢了他的钱，又把他给杀了。我知道Wayne是个土匪，但是杀我的好朋友，你抢他的钱？ So what? So I'm here. 你是怎么骗过他的？我又不信这山里的河里有那么多金子。我们老爷买了8两纱金，掺在河道的沙堆里。王三春来的时候，我们就逃出来给他看。陶军，那些这淘金的工人，他们就不怕穿了帮以后不和王三春？ 我付钱给他们，出的钱越多，他们的担子就越大，不是吗？啊，行了，别吹牛了，拿点钱赶紧走人，明天我送你。Tony, this is amazing, Tony. Oh, thank you. 人渣，我怎么到哪儿都躲不开你？你记住，这一次我欠你的，我一定会还的。还怎么还？ 我说你，我上大学的时候管你借点学费，你都不借，你就跑了，跑哪儿去了？我没跑啊，我在 San Francisco 坐牢呢。三班师，你真是个人渣。Tony，我们给 Tony 干杯好吗？好，哎，干杯。 军爷，您来了，您这回看看，一准的包你满意。您看，军爷，您看这掌纹、指甲盖，这骨关节，哎，另外啊，我还给您配了一个托套，方便您呢连接上，好用。怎么样？好样的，给钱。哎，好嘞，谢谢军爷，谢谢军爷啊。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哎，你好好教教我吧。不客气。哎，你放心，我一定向司令举荐你啊，让你做我的副营长。哦，对，要好好的干。我先走了，啊。Tony，我在上海的地址，有机会过来找我。 你打算把他们怎么办？我回去这样去见，把他们给干掉。别乱杀。OK，那到上海先把他们甩掉。不行。哎，每个人给1000大洋，自谋生路。That's it. You promise? Of course I promise. Tony， 你保重。你不保重。 老吴，阿里，我走了。好，take care。啊，马云，我走了。You take care。 哎，老吴，枪呢？啊，这把。 我，用了防身，子弹会不会响？走吧。 王三春知道了这个事，到了怎么办？那是他们之间的交易，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王三春来，何部长。
哎，司令，刚把客人送走了。我没问这个。 我要问你件事，你要如实的告诉我。你说。我要正式任命你为镇淮党铁血营营长。啊？把铁血营交给你，能不能干好？那不是娄营长的位置吗？有没有信心？ 有，就这么定了。后天华阳镇有个庙会，咱们去赶赶场子。嗯，好。有什么本事，后天就看你了。 听着啊，听着！这就是王三春，王司令。大家不要怕，我们王司令来此华阳不动一草一木，只想跟大家做笔交易，用我镇巴纸币。 换大家的银元，价格公道。我这是促进你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哎，王司令呐，不是我们不配合，华阳一直用的是国家统一的银元纸钞，您的镇巴钱流通不了，这老百姓不认呐。怎么不能流通啊？啊，我们镇巴纸币在川陕13个县城都能使用，吉祥、宝成、佛坪。 金水，哪个不给我们王司令面子？怎么就单单你们华阳不识抬举啊？就是啊，我听说你们这儿以前不也是用银元吗？现在用纸币也照样啊。这叫方便，今天不能用，那明天呢？等大家伙都有了，明天后天这不照样用吗？啊！既然王司令来了，咱们不能不给面子。这个我带个头，我先换。 换30大洋，你他妈打翻要饭的呢？啊！换多少你说了不算，都给我听好了。100纸币换1块大洋，5000纸币换1根金条。哎，有多少换多少，都给我放聪明点。我今天带来的纸币不少，扣子弹也不含糊。 刘王，帮你踩的盘子跟我说说。关于镇上那个盘子，我都摸过了。前面那个李家最有钱，老爷大概手里有400多个大洋，大少爷钱最多，有600大洋，二少爷钱少点，也就100多大洋。哥，大少爷、二少爷都特别孝顺，应该是正经人家。我没说他不是正经人家呀，可镇上就他们值得一抢啊，哥。就这么点钱，得抢多少年，才能抢出一个镇淮党大营？
王三春这么多年没少祸害老百姓。蓝云，啊，你什么意思？那怎么办？还抢吗？哥，抢吧。抢吧。下。彩铃啊，你快看这是什么？嗯，这可是马总办特意派人从西安弄来的。你瞧瞧，还有这个，你看，多漂亮啊！我不稀罕，谁愿意嫁谁嫁去。二百大洋呐，彩铃啊，你可不能这么任性子了。马总办在华阳，可是这个，虽说他年纪大了些，你呢，也只做个妾，可总比做戏子强过百倍，不是？他给了你多少钱？哎，只要你答应，除了你的礼金，马总办还答应给500大洋，作为我们的散伙费。长娘，从周至大班唱戏颠沛流离的，也这么多年了。人在乱世，身不由己。既然我朱彩玲命该如此，我也绝对不连累大家。这门亲事，我应下了。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可真是……别再说了。唱完了最后一场，把钱给大家分了，各自奔前程。哎，好嘞，好嘞。多远到李家？前面拐弯就到。大哥，咱得赶紧呐！华阳的马总办在城里听戏呢，不到半个时辰肯定就回来了。告诉弟兄们，没了。是，走，走，跟上。哎，总办是什么意思？总办。总办就是地方武装的头，有钱吗？太有钱了，相当有钱。怎么着？你什么意思？那肯定是拿肥的啊！那你怎么踩的盘子？我踩了，人家手里几百号名团，几百条枪呢。那连枪一块拿了，不就对了吗？你怎么踩的盘子？你怎么踩的盘子？对呀，大哥。啊？怎么踩的？抢了吧，大哥！抢了，走了。怎么，不愿意是吧？动手！动手！动手！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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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松开他！再不松开，我打你！别动啊！啊！
放下。哪位啊？镇淮岛铁血营营长何福堂。听说你很有钱啊。有钱？有多少钱？我有多少，我给你多少。老吴，在。陪马总办走一趟。马总办，咱们去取钱啊。不许瞎闹啊！明白。走，我们。哎，懂事，走。小北，我的钱呢？走。兄弟们押金了。就这么就走了？你哪人呀？凌云县风雷镇人。叫什么名字啊？何福堂。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抢了，抢了，抢了！哎哎哎，你们干嘛呀？哎哎！哎，你们想干嘛呀？你们俩小兔崽子干什么看？嘘，有戏。大哥正在里边收拾那美人呢。大哥收拾美人跟你们俩有屁关系？去吧，大哥。你看什么呢？真漂亮。还有呢？你是怎么跟的王三春？我是个建筑师，不是土匪。以前是建筑师，真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来给王三春盖房子的呀？何福堂，你当着那么多人把我抢回来，你想干什么呀？
是老天吧？以后不许你唱戏。我都唱了十年穆桂英了，我早唱腻了。那就一块唱《月圆情郎》。你真拿我当戏看？是，看一辈子。这次兵发华阳，你可是头功一件的，不但自己财色双收，也让司令腾出手教育了那帮奸商。好样的！你小子挺有本事的啊，这去了一趟华阳就整回来大美女。不过嫂子可要嘱咐你，在咱们这儿可得看紧点儿，咱们这儿啊狼多肉少。如果不是司令差遣的话，我碰不到彩铃。司令，我敬你一杯。兄弟啊，你我都是苦命人，父母早不在了。今天这父母的事，大哥替你办了。高兴啊！谢谢司令。弟妹啊，嗯，大哥也敬你一杯。咱们绿林中的人啊，自在惯了。把这碗酒敬给你，也算是何府堂把你明媒正娶了。怎么样？司令，他可能不会喝酒。什么不会喝？在咱们这个地方，哪儿还有不会喝的呀？嫂子让你喝的，喝。来。三哥，三嫂，我敬你们。痛快，这才是我的弟妹。其实，我那个。七哥。嗯。我敬你。跟我喝呀？你行吗？收了。你们俩还真是一个路子，般配啊！大哥，怎么称呼啊？我姓曹。曹大哥，我敬你。是，怎么喝？干了。嫂子，我干了。